最后留灯的是胡江亭。我们来看智推。陈烨的智推女生是不同的酸甜度，为你带来不同的感觉。酸甜抱抱，青醋果味气泡水，为您揭晓智推女生。15号刘星慧。男生热情有活力，阳光睿智，很自律，做事有规划有主见，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，对恋人非常重感情，心思细腻浪漫，是一个内心丰富的男生。女生乐观自信，果敢从容，个性大胆，敢于冒险，喜欢尝试一切有趣且有挑战的事情，感情里稍显慢热，更在意精神层次的共鸣，两个人容易彼此吸引，女生自信勇敢，男生感觉很安全，在一起会是和谐互相滋养成长的知心恋人，供两位参考。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个女生，如果我们身居两地，你会如何去安排我们见面的一天？你好男嘉宾，其实异地这个事情我还是比较有经验的，因为我其实辗转了很多个城市，就如果说我们真的谈恋爱，那么我每个月都会来一次陪你，就算工作很忙我也会去。其实我的观点可能跟他的有点不太一样啊，就是我认为如果双方是异地的情况下，我觉得我去往你城市的次数还有你去往我城市的次数，我希望是一个平衡的。要做最后的决定了，选择15号有可能被拒绝，你自己回去，你可以牵手18号也可以自己走，你的决定是15号，啊，15号。好嘞，15号。首先谢谢男嘉宾选择我。其实我个人来讲，就是因为我看到您的 VCR 里面说你之前和女朋友是她想要寻求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，然后你要留在重庆对吧，就是我还是有一种，当然不能说居无定所，就是我更喜欢去更多其他的地方去寻求一个新的一个机会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特别合适，谢谢你。谢谢。哇。